娱乐游戏愉快打工会，各位大家好，本次的 Super Lane 六银甚至下的实况，我是混沌王。这么多金币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先把能捡的都捡了，这还上不去啊。这好像是有点高啊。不行，太高了，这应该不对。哇，这是什么鬼？哦，上面。水立方。需要个电池，没想到这篱笆外面还又是另外一道篱笆。你看这后面，哎，不对，这是土坑，这不是篱笆啊。这里边是什么？这压了什么东西？不会是让我赶在什么时间内跑过去吧？哦，金奖杯在这儿。嗯，过不去，开了里面一道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本身就过不去，这道门是谁管的？里面还有个饮料，看来这个谜题比较麻烦，可能一期视频搞定不了。这火箭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火箭居然还能装电池？上来了，这边不会也能上去吧？我真的上来了，不过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空气墙，我去。哎，上来了。哎，为什么会被弹开？刚才这个上不去了吧？这个真的上不了了，全是仙人掌。哇，这个有点恶心啊！这从这边往这边跳。哦，应该是火箭可以把它这样叮叮叮叮叮。这里面不会有个宝箱吗？哔哔哔的。这应该是一代主角，我估计。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到这儿的。七爪红龙从到处都沙子，然后我醒来。我记得一代主角是个小红色的普通人，应该就是他了。还拿着稿子呢，你看。哎，我去，好不容易爬上去 就给我整下来了。算了，找找电池吧。哪里会有电池呢？
这边能进去吗？为什么在这逼得这么响？这不能烧。这响是哪里来的？上面吗？哇，这边真的跳下去！哇，其实上面还有两个币呢。现在关键是，哦，有电池。哎，怎么小绿人在这儿？我来到这儿，但是没不够重，没法回去。不够重。在哪按错了？这个怎么过去啊？哇塞，大哥，你这全封死了！哦，哎，从这儿，怎么把它吹过去？这电池准备弹走了。哦，是因为我把它吸过来的。不行吧，还得这样。OK， 苹果会让我变重。哇塞！啊！他吃了，把这里变没了。他把这里传到哪里去了？算了，再来一次吧。什么鬼呀？吃了苹果，我这是苹果吗？这离谱。再把那火箭搞了。哎，这二段跳不够高，真麻烦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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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
先拿着上面的宝箱吧。哎，这好像不在这儿。小绿人有任务吗？不是吧，我鬼知道他跑哪里去了，我还得去找他。这么高有没有搞错？哎，果然是要高级弹射才能。哦，奖杯，沉浸奖杯，以给破关的玩家特殊的奖励。沉浸奖杯，还是96%。这还能再跳吗？奖杯探测器啊，还有奖杯收集啊。我不是吧，
关键是我不知道小绿人传哪去了。这游戏有十个奖杯啊！我去了！我说难怪怎么剩五个宝箱就还有96%啊，还有4%。我跑到世界各地去找他吗？关键是我不知道他小绿人传哪去了。关键是，奖杯探测器，我这个服了，这游戏也太熬了。但我不知道吃了金币有什么用，但我强迫症把它都捡了。 OK， 这里需要放电池，回去拿电池。好家伙，我才拿到第一个奖杯，我去，他这是告诉我游戏才刚刚开始吗？哦，好像不用那个啥，其实从这边拿就行了。哦，这还有个奖杯。我去拿电池了，干嘛呢？搞这个。哎，我拿电池了以后，哎，这边居然还是照样算激活的。这样不是变成两个电池了吗？看一下啊。哎，哦，放不放它都有，它都有电。哇，这山坡这边还有三个币，从黄色石头那边往这边跳啊，应该是。这是什么？什么鬼啊？断了，我要把它接上。这弹的力道太高了，我去。这是什么？哎，小绿人。传到了丛林里去了，还是好饿，也许是颜色的问题。你有什么东西让你改变颜色？丛林里去了，还是好饿，也许颜色是个问题。那是绿色。你想要吃其他颜色吗？哦，他可能想要吃红色。啊，不是，那我给他整个蓝的。这好像染不了色，要去染色染色池才行。啊，这力道太大了，这个问题啊！啊，这只是抬高而已吗？
哈，破关王家的特殊奖励，看来十个奖杯全部都在这儿，都在这一块区里面。哎，我擦了，没上去，但问题不大。这里是封锁住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抬高有意义吗？请问这个抬高有什么意义？有条线，哦，他把这个踩了，懂了。我得让他松脚，我得找到有涂料的东西，但涂料的话。关键这边涂料机我还没解锁呢，这里面有涂料机好像，难道我要回到之前的关卡去涂料？不是吧，又卡关了。这个门到底是谁控制的？哎，直接拿胡萝卜给他吃会怎么样？应该不能吃吧？他可能就喜欢吃苹果。对，要吃了把他传送走才行啊！胡萝卜吃了，他又不会传送。这不是苹果行走，你就知道。真麻烦了。哎，这也可以给我弹上去。刚这上面走过了吧？怎么走过来着？走过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拉高也只是个弹跳功能，好像没什么意义。谢谢这种不够碎的粉丝油吧，谢谢悬念的粉丝油吧，谢谢苏风的呵呵，欢迎啊。傻了，要不先去那最上面？要重新从那边爬一趟，从火箭那边慢慢绕过去吧。就是不给我上去了，各种滑。那上面好像有路的。
哎，我怎么掉血了？哦，被刺扎了一下。从这边一点一点过去。这都是木条啊。没有动。好家伙，藏了个币。咦，哦，这不是。我去，怎么老让我滑呀？去那边有金币，这边应该是没啥了。我去了，心态炸，没上去。要想从这直接过去太难了，就一遍失误就上不去了。啊、哦！现在爆炸了！这不坑吗？我去，该跑这么久，费那么大劲儿，看这行不行？好像没机会，稍微是比那个稍微高一点点。不行，我好烦啊！我去，这个这边呢，找一下方块稳得住。哇塞！我刚好不容易爬上去，就又给我整下来了，心态崩了。看这能不能再上去了。啊，这也可以卡上来。哎，很勉强。这怎么跳不了二段？给我卡住，不让我跳二段。哇，就这点金币，搞得我要吐血。先走这边吧。这不知道能不能走。哎，这边可以上来。啊，再来一次。不行，他这个坡是滑的，我去，这金币谁捡得到啊？这怕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是。真的离谱！这稳不住！哇塞！他这个就是折磨人的，他这个把这金币放在这儿。来了，是不是从这边跳会更好一点？
这边算高吧，但是距离又远了，还得拐个弯，是不是还可以爬得更高？应该不行了，就那边可以跳。哇，真的搞得真的极限，这个是滑的，这个不给我站上去没卵用。哇，怪了，我操，真的离谱，就为了这三个币搞的我吐血没了。我去，哎呦，啊，接下来解决这个饮料的问题。这路全封死了，这变成一个悖论了。哎，啊哈，原来没封死呢，我去了。不对啊，好像这也没路啊。哎，我鼠标杆怎么失灵了？不对，他这确实是封死的。开了那边的门，过不去，不行。只是让你以为有路，其实没有路。回那个回血不就是蓝色的吗？回血是蓝色有什么用？它红色的。你是说我把那个那个不是回血那个，它挤出来好像怎么说呢？我下去搞一下。哎，回血的机器去哪了？哎，回血的机器呢？在前面吗？哎，不对呀。哎，回血的机器呢？怎么看不见了？哦，在这里面。看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还以为这个染不了，我去，我还以为这个得到了喷墨机那边去染。不知道这一次会怎么样？嘣，管你的。对，这下就开了。这块板拉下来了。哎呀，你说的对呀，要不然我又得卡关了。怎么样？不要再弄蓝色了，他把我弄进了一个装满水的和白色鱼缸。别管颜色，能让这球再强一点吗？击打了粉红色的兽，让球强力点，什么意思？拿电球给他吃吗？哎，我的。我的鼠标怎么莫名其妙就没又没反应了？电力不够，
啊，现在好了，这么 easy， 我都没接上呢。这门打不开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金色的瓶盖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门没开着，让我进了洞里面。哦，怎么断了吗？接不了啊！感谢我协星风蓝，这什么意思？欢迎魔神，谢谢你的粉丝一个棒，谢谢清风蓝明送了一张办卡，谢谢，欢迎啊，谢谢谢谢，谢蓝明月，这电不够，电不够什么意思啊？我又懵逼了，这为什么这个这只能传一点点是吧？不是传一点点我也没办法，那我是要把它接上去是吧？老粉给混沌王抓礼物是应该的，是应该的，感谢支持，谢谢谢谢。我应该是从这飘过去了，我给他接电是吧？但感觉不够长啊。怎么才能把电？这样吗？这样接？不行，太远了。开了吗？开了。但是一瞬间他就关上门了，这怎么处理？我切换他就关上门，我去，这玩法太操蛋了。我这让滚过去吧。哎，滚进去了！哎，好！哎呦，过来了！是什么？嗯？外面门打开了。我擦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到底该走哪条路？做不到吧？这怎么出去？这太极限了。滚过去，滚过去，
哎，过来了。哈哎，我过来以后，为什么这门自动算打开了？我过来以后，他这个门让我打开了，我去，这离谱啊！奇葩，这是哪儿？这应该是出去吧？先走这儿。好恶心啊，这个设定。好，咱们先暂停视频，果然这么晚啊。